沿着天地渊路的墙根路，海女们正肩扛装满海产品的网袋赶路。20号作品的名称是《浅嫂拥抱着大海》。浅嫂是海女的冀州方言，作品只使用了原型素材。单靠一只小浮球潜入深海的冀州坚强的母亲，海女们。每一件作品都尽显冒着惊涛骇浪入海采捕海鲜后回家的冀州海女们的劳累的生活。是沿着海女们采捕海产品的剪影，粘贴石头爷爷状陶瓦的与众不同的作品。你有没有感受到虽然很艰苦，但始终满怀希望生活的冀州女性的坚强呢？